南投鹿谷乡农会冬季的冬顶乌龙茶比赛，高茶的作业已经结束。今年有4930件来参加。12月12日公布得奖的名单，12月20日举办展售会。这一滴一滴茶米，拢是要参加鹿谷乡冬季冬顶乌龙茶比赛。今年因为气候条件较好，茶米唔有食到营养，收成嘛未歹。总共有4930件参加。地龙估计今年品质比往年佫较好。雨水有够，有凉冷，对咱的茶品质真好啦。为了保障国产茶米的权益，今年鹿谷乡农会依照政府的规定，运用茶米 DNA 鉴定技术，要来维持乌龙茶良好的风评。做农药药检的抽验，啊，佮一个境外茶这个抽验。这场全世界上大型的茶米比赛，12月12日会公布得奖名单，12月20日会提早办展售会。